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娘频道，我是兔兔狼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产后六个月目前的状态。我觉得半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检视的时间。其实网络上也查到很多关于产后的一些生理上的看得到的一些变化，那我觉得也可以一一比对。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蛮非常有感的。第一点跟大家分享，落发严重，差真的非常多。你知道之前头发就是啊蓬蓬的，然后这边抓，但它现在拨不起来了。生产完的四个月之后，我们一起洗澡的时候，我每次看到他把头发全部都挤在那个拍上，可怕，真的很恐怖，真的是心情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。然后以及他吹头发的时候，地板都是头发，然后大家应该知道我超怕人类的落发，所以我每次去那个厕所，或是看到他吹完头发的厕所，整个人就是。产后的护士大概在我产后三个月的时候就先跟我说，你落发会很严重，因为那时候头发实在太多，你完全就是会觉得 OK， 我听听就好。等到这四个月到的时候，它就渐渐的开始落发。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洗头发的时候，你会洗一洗，然后头发抓下来，一撮头发就在你的指缝之间。吹头发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最可怕，因为你吹头发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子，拨会梳，一把一把的抓下来。你想想看，每天我现在已经狂掉两个月的头发，生完之后我也有绑马尾过。你可以感受到说你有多少头发，我觉得我整个掉了一半的头发。落发大概落两个月就开始有比较趋缓，然后开始新头发又长了嘛，它就会长那个小长长的毛，发际先开始长出来，现在头顶就刺刺的，我觉得头顶比较蓬，鸡窝头你知道吗？蓬一个小厚度，然后这边都超贴超薄，发型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情况，你们知道吗？整个发型真的很好笑，这是不是就是鸡窝头啊？Oh my god！ 包括我这里啊，开始长一些小头发了。现在小头发大概长了2公分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去做头发的时候，帮我弄头发的发型师就说：“你这里面已经长很多小毛了，整颗头里面充满了1-2公分的小毛。”就很有趣，就是像这样，头发这是长的，然后这是短的，全部就是这样插在一起，很可爱。我的发型设计师还有跟我说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他说：“我有观察过产后的妈妈们啊，有一些有长回来，但有些没有。”可是你这个小毛毛长出来就是有在长，对他们就说哦，那你这样就是有长的那一种，可以不用担心。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复原的状况，也勉励大家可以熬过这一关啦。第二件事情是产后忧郁，你觉得我有产后忧郁吗？偏还好，产后就荷尔蒙的影响啊，尤其是第一次当家长的人，不太会照顾小 baby。 我跟你说，刚出生小 baby 有时候真的是蛮恐怖啊，3个小时、4个小时要喝一次奶，或者是说大家都想要看小宝宝，朋友想看宝宝，家人想看宝宝，两边亲戚全部一起看宝宝，我觉得就会让妈妈一直都没办法休息，因为我觉得生产完之后元气大伤，如果一直这样被打扰的话，妈妈就会很不开心，觉得都没有人在乎她的心情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看一下没关系，看一下没关系，可是那么多个看一下就会造成产妇很大的负担。另外就是很多人在讨论的，其实就是妈妈生完小孩之后觉得好像没了自己，好像大家中心都在小孩，你连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只在乎小孩，有一点忘了自己。这可能是你比较能够理解的吧。我自己身为另外一个妈妈，我可以感觉到，就是以前大家会说哦狼这样叫，现在就是狼妈妈，狼妈妈就一定要加个妈妈。很多女生也会觉得说，我只是我小孩的妈妈，不是你们的妈妈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叫？很多妈妈会这样说，她觉得这件事情是让她很炸，诸如此类这种身边的周遭的人的一些行为，去让妈妈有一个情绪上或者是心理上的压力，造成的产后忧郁。而且我觉得这个转变是非常大，就是你的生活作息完全有了改变，然后你的角色完全有了改变，有时候难以适应，因为这个改变是从你生下这个宝宝开始，它就顺转。我觉得妈妈难免会有调试的情况，就是没有调试很好，她的情绪可能就不是很好，就有一些产后忧郁的状况发生。那我觉得我好像还好，我觉得我可能为照顾小孩这件事情，会觉得哦，好像可以。在月中学的时候，工作全部排开，如果只顾小孩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可是当你家里的事情来，工作全部回来之后，工作家事回来了，照顾宠物全部一起来，你还要照顾这个小 baby。每件事情都在烧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觉得你耗尽了。对，我那时候很惨，我那时候就是看起来黑眼圈很深，惨到不行。可是你又一定要在一天之内消化完这些所有的事情。爆掉，对，爆掉。但我觉得你真的是还好吧，我也是怕。我觉得是因为有你。我曾经跟他说，会不会有产后忧郁，就是因为照顾小孩，因为你完全让我去复原啊，回到我自己。结果你是负责照顾小孩的，可能还负责其他的事情，等于是你这边多了一份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照顾小孩这件事情。结果爆掉的是你，反而是你有产后忧郁的感觉。其实你这样讲，我怕大家会真的觉得，其实我也没有，我只是开玩笑觉得说，其实我觉得真的要的话应该是我，但其实我目前为止还负荷得来。
来，我很快就发现有点尬不过来的时候，就赶快找了保姆。我觉得保姆给了我很大的空间，没有让事情恶化下去。我也是怕我们的状态不好会影响到小孩，那我也很感谢我们有发现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是会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尽量把好的自己展现在他面前，有办法有这个心力去做这件事情。对的，下一点记忆力衰退，很多人说一孕傻三年，大家看你生完之后，觉得你忘东忘西，这很正常啦，因为生了小孩，因为傻三年嘛。然后我都会觉得说，你这锅不要甩到恭喜你，不过就是做你自己，你其实在怀孕前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说我变严重吗？没有。原本的你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下一点，肤况的情况。我在怀孕大概一个月内的时候，皮肤就开始出现问题。一开始有红疹，我们就是赶快去药局，反正我就是吃了之后红疹就消了。可是脱皮的情况还是有，这边很容易脱皮的情况，一直到生完都还是这样。那你觉得在生完小孩之后有更剧烈吗？剧烈是还好，你会觉得慢慢在恢复，可是你还是一直有这个脱皮的影子在，你至少一定会知道说我怀孕之前没有这样子的。我只知道你生完小孩之后比较丑，肌肤状况非常非常糟糕，我记得那时候还长痘痘，各种小问题堆积，荷尔蒙感觉威力很大这样。其实能做的就是更勤劳的保养，其实头发也是，你就是会更细心的去呵护。所以那时候在对付这个干燥的肌肤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有找到保湿为主这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产品推给大家，杰洛尼斯八一系列产品，总共三个，化妆水、洗面乳、精华液。使用心得最好就是黑头八一洗面乳，八一酵母双精粹，八一酵素去黑头洁颜露，特点就是成分非常温和，粉刺黑头明显变少，温和保湿，任何肤质都适用，敏感肌也可以使用，保湿非常非常高。其实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我有点惊讶，它光外观就做的让我觉得它品质很好。黑头八一洗面乳挤三四下就可以洗整张脸了。一个产妇回到生产完阶段的时候，我其实对于保养品的使用有一点点担忧，因为毕竟我之前有过敏的情况，当你一挤出来就知道说这是温和的，我可以试用看看。那我觉得它就是这样子的产品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你的脸，尤其我那时候脸又非常的干，它也不会有过度清洁的感觉。重点是它的味道，我觉得很棒，很高级的味道，它有一个很高级的味道，我会说不上来。在洗完脸之后呢，就要搭配八一酵母双萃紧致精华，抗老，增加皮肤弹性，减少细纹产生。它的质地呢是以油一水三完美比例，它的质地延展性非常好，所以它可以当做一个按摩油的部分，很明显可以感觉到解决干燥肌肤的感受。如果说你在上底妆之前觉得脸有点干，也可以先擦这个精华液再上底妆，那你的底妆就会非常非常的贴合。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跟你的粉底1:1的混合直接上也可以。它其实是有两管，一边是油一边是水，先分离嘛，挤出来就像一颗荷包蛋，它会很好的混合。你再把它弄到脸上的时候非常亲肤，速度很快，然后就可以做好你今晚的保养。它很容易让你的脸达到油水平衡，第一脸没有那么干，不会脱皮，第二就是不会出油，脸的肤况达到一个平衡，很短时间就可以完成。专柜的品质，开价的价格，我认同。然后因为我是敏感肌，有些东西是你擦上去感觉保湿，至于过一晚起来洗脸之前，那个就是拿成鸡蛋的时刻，它就是完全不油，肌肤还是非常的有弹性，我真的大推赞。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肚皮的状态。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妊娠纹，妊娠纹这个东西就是一去不复返啊。目前到现在已经生完6个月了，从上半部开始消。我说的消是颜色消，我觉得纹路它是不会消，它就会变成很细很细的裂缝。我觉得除了纹路问题，还有就是松弛度的问题，肚皮还是会有点松松的。你可以感觉到你肚子已经消了，可是它就是没有以前那样子的紧致。也许弹性是会慢慢再回来，可是这个大肚子造成你肚皮。伤害，这是一个撕裂伤，我认为像我屁股是整片的成长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造成我的撕裂伤就是已经存在了，它就是回不去。但是你说我的屁股没有弹性吗？倒好像也不至于，弹性是会慢慢回来，可是撕裂伤就是造成拉扯过的痕迹，弹性还是需要一点时间。你现在6个月，你觉得有趋缓吗？4个月以前恢复的速度都蛮惊人的，4到6个月就是开始趋缓了，但你觉得持续有进行，这是比较慢。对，讲完这个，顺便讲一下胸型呢。很多妈妈就是说生完小孩之后胸部会变形。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因素，我就是没有太亲喂我的宝宝这样子，所以我的胸型就是还蛮维持原本的状态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倒觉得我胸部还有点变小。对啊，太过分了。
腰酸背痛，很多人会觉得说生产是很痛的。其实我觉得那个辛苦从怀孕就开始，尤其到后期，至少8到12嘛，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其实我说到一个重点，你说8到12公斤，不管是你小孩大，或者是你有一些在自己身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的腰的负重至少有一半以上你的腰要去负责。看你那样子，我就觉得哦，好辛苦。我觉得我光是10公斤的货物或什么，你抱在身上，你都会觉得肩膀酸哪里酸。可是怀孕就是要维持这样，至少后期就是3个月，我觉得这个伤害很大。我就想说生完就生龙活虎了吧？没有哎，他那个造成的伤害是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复原。我会这么说，是因为我后来在做韩国代购，那选品的过程其实是很长的。我就发现我不能站这么久，我不能走这么久，这是跟我生之前是有差别。你大概20分钟或30分钟就不行了。看起来好，跟你实际好，跟你用起来好不好用，你要有遇到这个机缘去用它，你才会发现原来我受伤了。大家还是要再对生产完的妈妈再多一点耐心跟同理心。有时候你看起来她很好，不代表她真的就很好。而且我觉得她那个不舒服是很痛苦，她那个表情都已经扭曲到我就快要冒冷汗的那种程度。不要觉得她这样就坏了你的性质，这几点其实都环环相扣。那如果说你每一点都嫌弃她，或者是你怎么这么不了解你自己，就到了那个产后忧郁的差不多就是分享到这里。这一集就是主要跟大家分享说产后复原的状况，不管是你现在正在怀孕当中，可能想要预知说大概多久可能会复原状况会怎么样，我觉得你可以参考这支影片，或者是你可能也是跟我一样产后的妈妈，你可能也是可以参考跟你有什么不一样或是差不多的地方，总是会想看别人跟自己的状况。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有没有人就是生完4个月到6个月没有掉头发的，有没有这样的神奇体质，还是这是必然的？但好像是必然，因为你在怀孕的期间毛囊会闭缩，是不是？听说是这样，所以你就不会掉头发。我整个怀孕期间没什么掉头发，头发就越来越多，很好看。要掉光光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关于洁润妮斯巴一系列产品，我们也会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点点看哦。那就这样咯，好的，大家拜拜。